跟洪金宝大哥打过，哟，手快得很。年纪那么大，真的手快得很，拿那个尤其是棍，拳怕少壮，棍怕老狼啊，他的棍快到你，真的一般人接不到，而且点到即止，到哪儿就收，这棍他打到这儿就到这儿了。那反正我也不躲，我说你看什么？当他到这儿，我灯就给，非常非常的就是，还是跟这些大哥级的人物打起来爽。这种切磋真的，我觉得也是观众会非常期待能爽，看到的。特别爽，特别爽。因为平时观众没有机会因为看你到你不们。用去迁就什么，你不用迁就他，他也不用迁就你。有时候随时那招都不一样，那就变化起来。本来应该在这边，忽然间往你这边来了，你自然本能的那种反应，啊，啪就回去，那种感觉才是最爽的。如果能够在镜头前面呈现出来的话，相信观众也会觉得非常的爽。